近排经常北上揾人仔嘅佘诗曼，近期翻嚟香港休息啦。不过都系拍广告揾钱嘅，辛苦得嚟自在食啊嘛。前排拍完晒啲嘢之后啦，就同一班工作人员去到中环医土，食到凌晨两点先散水啊！睇嚟今次应该好开心啦，满面笑容咁行出嚟。难得一班记者影佢嘅时候都挥挥手打个招呼，然之后揸架车就走开晒啦。阿佘，希望你顺风顺水嘅时候唔好忘记我哋啦。